欢迎大家收看华英五十周年校庆金禧杯的师生表演赛啊！开播之前，校长亲自上场为大家搞搞气氛啊！射呢个罚球究竟入定唔入呢 o、okay, k 中柱。喂，后面条友使唔使开心到咁啊？好啦，讲翻场比赛，由蓝色衫嘅老师明星足球队对上前届、上届、本届嘅校友杯冠军盈社校友。好啦，一开波之后咧，马上出一段小插曲喎。正確啲嚟讲系开波之前啊，原来系谢 Sir 偷步俾球主夹到实一实啊！偷鸡失败之后咧，老师明星队好似失晒部署喎，周 Sir 一脚就传甩咗啊，即刻俾校友接到啦，由爆炸头校友喺左路持球推进撞开咗谢 Sir 之后，一脚远射塌晒，不过照入啊，1-0。哇！你球破龙门托到进呀，但系始终又近又有角度。开波11秒已经面临第一个失波啊，一定造成好大嘅打击啊！好彩华英当日有专业嘅驻校社工在场，老师明星足球队喺精神上得到强大嘅后援。开赛1分钟，关 Sir 使出一个迷之解围，对住校长就大脚抽埋去。哇！咁都唔得。关 Sir 接到波，假射真传俾隔篱空晒嘅谢 Sir。喂，谢 Sir 攞得靓啊，射得，射得，真系射得！哎呀，唉。啊！要嚟嘅始终都要嚟啊！开赛3分钟，红衫爆炸头落底回传，十号仔嘅三分线脚面一抽，2-0，代代平安。神奇、顶级、超长，呢球波龙门唔好话鞭长莫及啊，望都冇得你望啊！失波之后啊，谢 Sir 尝试照板转换喺边路嚟个突破，瞄住个死角使出成名绝技吸右狂抽啊，可惜仅仅柱面出界啊！哇，真系最几靓呢球波啊，大窿入硬啊！之后啊，就到关 Sir 嘅表演时间啦，接应传球后脚转身，再尝试用左脚通龙门大细。最好嘢系咩啊？系最后嗰下收步冇抄落观众度啊！平衡力好啊，有功噶。开赛4分钟啊，谢 Sir 抢接得手，向右推两步，即刻嚟一招吸右狂抽，问你死未？唉、哎，唔知道有心定冇意啦，个波好巧妙咁样划过咗 keeper 个格拉底，2-1啊！但系睇波真系唔好去厕所啊，因为7秒之后对手把握到老师明星足球队后防嘅一个误会啊，库库鲁鲁俾3号有个单刀机会啊，陈 Sir 封得靓啊，但系后面18号完全冇人睇啊，轻松补射入网，3-1。陈 Sir 继续加油啊！等住落嚟啊，仲有好多机会俾你发挥啊！仲后生啊，大把机会。系啊，30岁啫。老上好机会，老上好机会，而家都冇机会，咁就冇落场啊！而家都冇机会。3分钟之后，关 Sir 成功拦截啊！周上嘅后脚同佢做咗个 one two 啊！11号有你冇你一脚罚埋去啦 ，D C 啊！忍得你耐啦。喺呢个三分线对出嘅位置，谢 Sir 射左边定系右边呢？原来系射观众，想笑谢 Sir 就趁早啦，因为20秒之后啊，谢 Sir 话我唔会输俾同一个人 ，twice 呢球啊，佢冇再选择传俾关 Sir， 自己一路由中圈带入禁区一射啊，最终射穿龙门嘅大细啊，有名你叫大细超，射大细就自耍家，靓啊！入波之后，老师明星足球队换入咗冇乜机会嘅容常上场。红衫十号喺边度成功突破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！之后用脚面传中，空晒十八号做个撞射。靓啊！老师明星足球队降门陈宇呢度只为咗救波，用尽每一个望位。今次我用佢嘅 pat pat 将皮球减速，再转身喺八戒面前将皮球没收啊！30号即系揾得哥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。关 Sir 完全不为所动啊！等佢玩饱食醉之后，再出脚封佢嘅射门。咁啊！十号仔见关 Sir 咁唔玩得，似乎都挞着咗认真 mode。完上半场前1分钟，红30号一下扎花过咗谢 Sir 之后，脚面一弹，4-2。哇！单枪匹马瓦解咗成队老师明星足球队组成嘅防线啊！哇！你睇下谢 Sir 抹得正佢几大？如果去进边做个一字马，或者真可以阻止呢个入球。咁上半场就以呢个入球结束啊！陈 Sir 都好有手尾咁将龙门入边嘅波执翻晒出嚟啊！其实计计埋埋都有成4个波噶喎，陈 Sir 一个人边度拎得晒啊？下次叫埋关 Sir 帮手执啊嘛！
下半场开始啦，老斯明星足球队换入咗一个比较陌生嘅面孔，我哋手头上系冇任何关于佢嘅资料。系咪雇佣兵嚟噶？咁总之佢就叫 Billy 啦。我入波，俾你同埋谢 Sir 做咗个 one two 之后，瓜用脚面弹埋去。哇，下路咯，个波就好似一支穿云箭，突一声咁样打通咗 keeper 嘅下路啊！4-3，老斯明星足球队追翻宝贵嘅一球。究竟呢球可唔可以令到老斯明星足球队风生水起呢？定抑或只系过眼云烟？呢头话完容常冇机会啊，下一秒容常即刻证明俾大家睇，佢唔系揸流摊啊！喺边线传个波俾谢 Sir， 侧角度施射，唔打唔撞弹翻去俾你再射，可惜今次穿云箭俾 keeper 夹到实一实啊！嗱，睇翻慢镜先，红衫14号喺冇压力嘅情况下再次抽筋，系佢本届赛事4分钟里面第三次受伤，认真唔好彩啊！俾你成功把握对面 keeper 派交，谂都唔谂到将皮球怒抽入网，4-4追平。呢个 keeper 睇定嚟传啦，不过依然俾华英谢拉特左脚控定啊，右脚食住个犀利个脚趾尾拉西。哇！一下将波拉咗小食部。红衫 keeper 大波推进容常双脚小碎步向后移动，目光坚定冇俾对方嘅假动作扰乱啦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容常嘅眼神，望左望右，望到最后5-4。红衫十号轻轻一 chip， 容常陈 Sir 只能够目送皮球入网。红32号脑筋急转弯，唔声唔声，大脚一bang，勇 Sir 笑言力度太轻，第二球自己睇啦，相同嘅射程，相同嘅剧情。两分钟之后，红衫完全陈 Sir 分身出击，右脚拉弓，左脚蹬直，将身体无限度伸延，勇 Sir 有理冇理啦，即刻解围啊！两位嘅配合简直系老师明星足球队嘅移动城堡。啱啱先赞完老师明星足球队嘅防守严密啊，转个头佢哋就中咗校友队嘅调虎离山之计啊！容常俾对手拐带咗去前场，剩低华英过门，陈宇希老师同爆炸头校友单对单。陈 Sir 脚争争少少就挡到个波噶啦，可惜一念之差，天堂变地狱，6-4。老师明星足球队都知道形势危急啊 ，all in 晒你啦，直接换入所有进攻球员，周 Sir、关 Sir、谢 Sir 合称 Sir 和街三剑侠，究竟可以产生啲乜嘢化学作用呢？定抑或系会爆炸收场呢？开赛18分钟，关 Sir 喺乱世之中突围而出，推边还传俾华英甄子丹啊，在下咏春叶问，将皮球献给洪师傅，在天之灵。场边嘅校长一直深藏不露，轻轻喐一喐，喺度执波嘅工作人员连人大波360度翻腾一周半落地。30秒之后，关 Sir 再一次拦截得手嘅盘九奔驰，几十码平步青云，双脚45度向3点钟方向重心转移，一个信心急杀，关志祥化身关云长，使出一招回马枪，射歪咗啊！传统功夫以点赞为主，呢球松嘅。后有队一球靓直线，唔知关 Sir 系有心落铲定无意跣脚，总之呢下铲段绝对可以媲美英超级数啊！完场前最后10秒，后有队地波偷袭，皮球劲升破网，7-4。喂，你睇下关 Sir 都差晒，要谂住走埋握手噶啦。当佢以为见到友谊之光嘅时候，对手话战场无父子，兵不分红痴。比赛结束。华英50周年校庆金禧杯嘅私心表演赛圆满结束啦！唔知边个系你心目中嘅 MVP 呢？快啲去 Sell 到 Story 投票支持啦！最后要好感谢呢一班身穿紫色衫任劳任怨嘅工作人员，呢一班嘅球童执波一定执到好大压力啦！大家睇下片，多谢你哋。头先准备一句话啫咩？谢 Sir 带领啊，准备1、2、3。Oh, yeah!